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73页，我们讲到这里。这里在讲啊，那么这个佛啊说这个《般若经》啊，王舍城起舍觉三宗，那么在探讨啊，为什么要佛多是住在王舍城起舍觉三啊，在讲这个，然后后面就讲到啊，佛有哪些经舍。在那王舍城又有哪些金色啊？就摩揭陀国有哪些金色？那为什么要多住在？那么有那么多金色啊？这里讲到有6个，这个山里面有5个，平地有1个啊，就有6个。那为什么要住在起舍觉山啊？就主要在讲这些。好，那我们来看啊，那先看到73页这里啊，那。前面有说到啊，就是连着72页后面这边来说，那么有这么多大城啊，就大城市啊啊，那么他这里的文啊，就72页最后一行，那么在这么多大城市啊，那都非常的富乐啊，富足安乐，那为什么要住在王舍城跟舍卫城波罗奈迦毗罗卫？啊，这里是，就是说，前面我们这个要分两段来看啊。那前面举的这一些是佛没有去住的地方啊，这个优禅尼啊，那么富罗就是阿耆尼，就是优禅尼啊，富罗那跋坦啊，阿兰基多罗大城啊。那这个我们说印顺导师在《圆光集》里面有说到。那么优禅尼啊，那么这个是在西印度啊，那么芬那婆陀那啊，这个是在东印度。那第三个阿兰基多罗这个大城啊，这个是在恒河上流。那福迦罗婆大城，这个是在北印度啊，叫福迦罗城。那么这些大城佛没有去住啊，所以他后面会说这些是边地啊。这佛那些也是大乘啊，佛为什么不去那里啊？那么都，而是都在啊，这底下是佛有去的地方啊，那叫做中国啊，佛在的地方叫中国，佛没有去到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那这里就分中国跟边地。那前面那4个都是等如是等啊，就是以这4个为代表。那这个是大乘啊，大乘寺啊，那佛为什么没有去啊？那底下这一些大城市为什么佛就去？那底下这些大城市里面，那举了几个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王舍城，第二个就是舍卫城，啊，那第三个就是波罗奈，第4个是迦毗罗卫，第5个是旃婆城，第6个这个婆次多应该是沙子多啊。那一般的翻译的啊，那照他的文啊梵文讲啊，就是沙子多啊，婆次多沙子多啊。说子多了啊，那应该是说子多对啊。那么，然后这个居善毗啊，就是我们说的居善毗，或者是乔散毗啊，或者叫居善毗，或者叫乔散毗，翻译那比较少翻这个啊，居善毗。那么另外有一个鸠罗城啊，这里所谓的这总共有几个呢？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啊，8大城啊，那就是他总共这里举出了啊，前面佛没有去的地方有4大城，那佛常去的地方有8大城，那这个其实就是分边地跟中国啊，那因为他这里的这本书里面啊，那么又打了一个问号，他可能是说为什么佛多住这两个地方啊？不是，而是佛多住这8个地方，但是这8个地方里面又常住
王舍城跟舍卫城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所以他把这个佛多住王舍城舍婆提，然后后面讲完了，又后面连个六个，然后又佛多住王舍城舍婆提，那么他可能有一点点困惑。那其实不是，其实他是在说，这前面那四个是边地佛不去，那后面就会讲，那么这八个是中国佛常去，那八个里面又多住王舍城跟舍婆提，所以前面那个多住是在这十六个啊，这八个跟四个十二个大臣里面多住后面这八个大臣，那八个大臣里面又多住王舍城跟舍卫城，是这样的意思啊。要不然你看这个课本啊，他在这里都挖个问号啊，他可能就是会以为是啊，这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大臣啊，然后这个，因为他这个也是没有错，多住王舍城舍婆提，那因为他这里是意思是说，也可以这么说啊，为何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啊，然后这里他也是可以这样啊，就是多住这八个城市，然后王舍城意思就其实他是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大臣，那么跟后面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大臣可以是连在一起，可以啊。那么但是虽然多那其他的这六个，就是说他总共举八个嘛，其他的六个虽然也有住，其实就跟如果十四个连起来讲，多大部分都是住在这后面八个，如果从这八个来讲，大部分都是住在王舍城跟舍卫城，那其他的六个啊，这六个大臣里面虽也有住，但没有王舍城舍婆提多啊，所以啊也可以是这样的啊，那就是说这个多住可以把八个都连起来，也可以就是指这两个啊，那分开其实也是都可以的啊。我们来看，那这里主要就是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就是没有去住的啊四个啊，有佛陀有去住的大臣有八个，那八个人八个里面多住王舍城跟舍卫城。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那么这个他说云何多住二处，见诸佛经多在二城，说少在于城。那你怎么知道佛都在这两个地方？因为经大部分在这两个地方说啊。好，那回答佛不住边国啊，所以这里啊，这里是上面的是我们给他的标题啊，那并不是这一本论里面的文字哦，不是哦，是这个讲义的给他一个标题啊，所以他说佛虽大慈等级啊，就是佛有大慈大悲平等啊，一切众生都要，就是他的大慈大悲平等啊，那么与一切众生，所以叫做等级啊。那么以阿毗尼等，就优善尼啊，就是佛没有去的地方叫做边地，叫做边地，边地就是边国啊。那么佛在的地方叫中国啊，所以这些佛没有去的啊，优善尼这些佛没有去的，优禅尼这些佛没有去的，都是边地。那么这些是边地，所以不住。其实应该不是说他们是边地，所以佛不去住，而是说佛没有去的地方叫边地啊，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啊。因为佛没有去，所以那边是边地啊。但是啊，那这里就说啊，是因为边地，所以佛不住。那么又弥离基啊，弥离基是印度的一个就是形容啊比较边地的地方的人啊，叫做弥离基，有时候叫灭律基啊。那么就是有时候翻作灭律基的啊，其实就是边地的啊，避恶人多，善根未成熟故啊。那边地基本上都是因为没有正法嘛，没有正法，基本上都是邪知邪见的啊。好，那所以他说善根未成熟的原因，所以啊，那佛啊，那么就不去住，因为佛去的地方是可以度众生的，那边去了也不能度众生，所以他就没有去啊。这里是这么说了。我们要知道，大智度论会一个问题会从种种的角度来跟你做解释啊。那我们就
看它会有很多种，就是它会从各个角度来解释。那么解释跟解释彼此之间，它不一定有关联啊，但是它就是会设法跟你做解释啊，从各个角度的啊。那我们来看啊，他说日光等照啊，就像太阳出来，太阳的光明一出来是平等照一切的。花熟则时开啊，那么你开花的时节到了，那么你太阳一照，那么你花就会开。那么如果你的花还是花苞啊，还没开，未应付，还不是要开花的时节，你只有花苞，或是只有那个还没有，还只结一个开始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太阳照，你的花也不会开啊。你开花的时节到了，太阳一出来啊，那看到阳光，那花就开了啊。那么所以假设若花未，他说日光等照，花熟则时开，若花未应付，如果这个花还没到开的时节，则亦不强开。那你也不能够去一直要就是强硬的要把它打开，打开它也开不了，它将就会凋谢而已啊。那么他是在说人也是这样的啊。佛亦复如是，等心而说法。其实佛没有偏心啊，说我比较照顾哪里的人，所以我都住在哪里，在哪里为谁说法啊。那这个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外道有一次去问佛啊，那你说平等心啊，对在一切众生都平等心，可是我看见你多数是为你的弟子说法啊，那为出家弟子说法，然后为在家弟子说法，你比较少为外道说法。那照理来讲，平等心，你对你的出家弟子、你的在家弟子，以及外道，以及不信你的人啊、反驳你的人，你都应该平等心啊。所以你应该分配，就是一半一半为你的弟子说法，一半为外道说法，不是你的弟子说法，这样才对啊，这样才平等啊。那可是你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为你的弟子啊，几乎90%了啊，都是在为你的弟子，只有少数才为外道。那外道还是他是故意来找佛的啊，那么来问的才有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样不是慈悲吗？不是平等吗？你对外道不慈悲啊？啊，那有这么就是《阿含经》里面啊，也有这个外道来问佛说这样，佛说啊，他说我问你。如果你有很多种子，啊，那你有三块田，一块田非常的肥沃，一块田普通，一块田很贫瘠。那你这些种子，因为种子要撒种子，春天撒种子跟播种，秋天才可以收成啊。好，那你有很多种子，那你的种子你会先播在哪一块田？啊，当然比较肥沃的啊，因为你播下去的90%都会长出来，都会成熟啊，丰收啊。那再来呢，你还有多的种子呢，因为田就那么大，还有多的种子你就播在那个普通的田，它可能有50%啊，就是你播下去40%-50%。那再多呢啊，就撒在贫瘠的田啊，它可能你这边因为它没有营养嘛，而且很贫瘠嘛，所以你撒下去可能只有5%-10%。好，那我说对啊，没有错啊，也是这样啊啊，这个因为佛弟子善根成熟，因为他信佛嘛，他信佛对佛，对信佛对佛说的法相信，他才信佛的啊，所以他很容易得度，就好像那个肥沃的田里面哈，这个种子撒下去很容易就生长，然后开花结果，啊，那佛弟子里面跟佛出家的弟子啊，那个是善根不止成熟，而且很利的，所以他因为他就是要解脱的嘛。那么一样是信佛，他要解脱不解脱啊？那个就跟你能解脱不解脱有关系了。所以多为出家弟子说嘛，然后再为在家弟子说嘛，然后怎么样？少为外道说嘛。啊，那为什么？哎，你的种子不容易成熟，一样的时间，你一样的时间，一样的说法，但是你会这个时间可以让这么多人得利益，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时间让那么少的人得益，让那么多人，而且他还不一定得利益？而且那些贫瘠的田，你跟他讲，他根本就不信，不但不信，他还回报你啊。那么，所以他说废田存种啊，就是也不希望他收成，只是跟他种个善根而已，就废田存种啊，那只能这样而已，留待未来得度的因缘而已啊。但是现在他就可以成熟了啊。那么你为什么？所以你要多花时间为那一些人啊，也是一样，那个不是不平等
啊，那个还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度众生基本上三个嘛，啊，《一教经》里面有讲啊。那么善根成熟的让他得度，善根没成熟的让他成熟，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啊。那当然以善根成熟，所以佛都会观察、啊、哪些善根是成熟的，你不去找他，他会去找你啊。像三迦叶是这样啊，三迦叶善根成熟，佛去找他的。大迦叶也是佛去找他的啊，就在七支塔那边，他去那里的啊。那像舍利佛、目犍连是来找佛的，他是遇见马胜比丘来找佛的啊。那像耶舍五十五人也是来找佛的，品婆娑罗王是佛去找他的啊，他因为他们有约定啊。然后三迦叶也是佛去找他的啊，那个就是说，基本上有些事你只要善根成熟了，那么你就容易得度啊。那所以这个是有说到啊，就是佛平等心啊，就这个偈啊。所以他说佛也是这样等心说法啊，并不能说啊佛不平等，心不平等啊，慈悲没有普覆众生啊。所以善根成熟，那么则福，福就是开，花就开了。那一般我们就说花开见佛啊，悟无生啊。其实花开就是善根成熟，那个智慧开啊，那个心有智慧啊，那能够如实知如实见啊。那未熟则不开，如果没有成熟啊，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啊，心就没办法开啊。所以菩萨度众生最重要是要成熟众生的善根啊。所以庄严国土是为了成熟善根嘛啊。如果你的庄严国土不能成熟善根，那你的庄严国土啊就变成会障碍善根了 啊。有些环境好反而障碍哦，有些环境好会障碍无欲嘛啊。所以无欲是障道法啊。所以有人就问了、啊、那大智里面也有啊，那这个极乐世界里面无欲那么好，怎么不障道呢？啊，也有这个问题啊。啊，无欲不是障道法吗？那个是娑婆世界，那是极乐世界，因为善知识多啊，所以他的无欲，因为他常常在观无常无我，常常在修学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所以他对无欲不染着啊，习惯不会染着。那么就算有染着，他会因为大家都不染着，他也习惯不染着啊，类似像这样。而且他常常有佛法啊来告诉他啊，就大尊后面讲到净土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个。好，然后善根成熟，那么这个花就开啊。那没有成熟就没有办法开，一样有太阳照，所以说这个太阳照会让它慢慢成熟，慢慢成熟啊。那已经成熟了就开了，还没成熟的每天照每天照，那花苞就开始大啊。那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给它照啊，那么它也不开啊，它也不成熟啊。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未熟则不开，以是故世尊住三种人中啊，这有三种立根、善根、熟啊，善根成熟啊，就智慧力智。一般如果这三个啊，我们比较好记，它就是智慧力、善根、熟、烦恼薄啊啊。那么结使烦恼薄嘛，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智慧力、善根、熟、烦恼薄啊，那这三种人，那这个后面还会讲到啊，在这个七十五页这边还会讲到啊，所以我们稍微先记一下，就是智慧力、善根熟、烦恼薄啊，就是烦恼薄了啊，我都讲薄啊。那么第二个，佛知恩故，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好，为什么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啊？所以他在七十五页这里啊，就是。啊，他讲到啊，为什么多住王舍城、娑婆提大城？啊，那他说，云何？他说知恩故啊，他知恩报恩啊，所以多住王舍城跟娑婆提城。那这两个，一个是他成道的地方，一个是他出生的地方啊，其实是这样啊。那所以一个是生身，一个是法身。生身处跟法身处啊，那好啊，所以他开始讲，多住娑婆提城，娑婆提城是舍卫城，我们就讲舍卫城就好了啊。那么因为什么要常住在舍卫城呢？因为这个是佛出生的地。那他说，乔萨罗国是佛所生地
佛所出生的地方。那佛基本上，一般我们说佛是出生在迦毗罗卫国。那迦毗罗卫国其实是迦毗罗卫城，他的宗主国其实是乔萨罗国波斯匿王，所以波斯匿王才能要求这个释迦族的派一个公主嫁给他，因为他是都归他管的嘛，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说乔萨罗国是佛所生地，那一般我们的认为就是不是迦毗罗卫国吗？迦毗罗卫国是属于乔萨罗国的，所以乔萨罗国是佛的祖国，那迦毗罗卫国一般我们叫做迦毗罗卫城，就好像舍卫国其实是舍卫城，那不然你会乱掉，你会乔萨罗国里面又有舍卫国又有迦毗罗卫国，不是，乔萨罗国里面有迦毗罗卫城有舍卫城，但是舍卫城跟迦毗罗卫城不太一样，那么舍卫城是迦毗罗卫是乔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是乔萨罗国的首都，迦毗罗卫城是一就是它是就是乔萨罗国是迦毗罗卫城的，也叫做迦毗罗卫国的宗主国，它是一个大城市就好像有一点像澳洲是属于英国的类似像这样，它并不是它就是它的宗主国是它是归英国管的，有一点类似像这样，但就是它就在旁边，它归它管的。所以如佛达品婆娑罗王记，品婆娑罗是摩羯陀国的它并不是乔萨并不是乔萨罗国的那因为这个品婆娑罗王问佛嘛那么这是第一次问佛，佛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时候佛还没成佛，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所以品婆娑罗王见到佛很欢喜，希望他跟他一起治理国家。那佛说他稍跟他介绍他从哪里来，然后佛说他要修行，然后品婆娑罗王说好，那你成道的时候记得要来度我所以度了三迦舍之后才度品婆娑罗王。那为什么要先度三迦舍？因为三迦舍就是品婆娑罗王的师父有那个优罗频罗迦舍是品婆娑罗王的师父，所以度了品婆娑罗王之后度了三迦舍之后就去度品婆娑罗王其实是这样。然后之后就盖了一个王舍城王舍城是不是王舍城来讲错，盖了一个竹林金舍那竹林金舍是迦兰陀长者跟品婆娑罗王盖的好。那品婆娑罗王佛答品婆娑罗王记那后面就会有品婆娑罗王迎佛这件事我们后面再来讲。有好妙国土有美好美妙殊胜美妙的国土，在于雪山边在尼泊尔那边那么因为乔萨罗国在过去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城就在雪山喜马拉雅山底下那里我们现在就是说尼泊尔那么丰乐多益吧那丰足安乐富乐那么很多奇珍异宝，名曰乔萨罗那么这乔萨罗国日种诸世子日种是释迦佛到底是怎么种姓的那这个底下有我们看那个注解这二十二这边要翻过来去四页这里那稍微有说到释迦族跟乔萨罗的关系那这个我们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雅利安的那他是日有太阳后裔我们叫做太阳后裔甘蔗王日主，日主叫做太阳神的后裔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乔萨罗是出于这太阳神日主的甘蔗王那这个是甘蔗王的子孙不过他们并不是同一个种族的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再换回来。日种诸世子这释迦族的他其实是释迦族的。那么我在世中生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的家乡在那里，我的国家在那里
那么心厌老病死，出家求佛道。那么因为品婆这样问他，你是哪里的人？那你是游方的沙门还是怎样啊？他说我是要求解脱的啊，那出轮回的啊。所以以一般来说啊，佛成道不久，就常常讲啊，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佛啊？因为世间有老病死，有三不可爱、不可忆、不可念啊。那么老病死，那么所以有要求解，就是有要出轮回、求解脱的人啊。这释迦佛最初就是为了要出轮回、求解脱，而且他不只是为了自己，他希望找到这个不死的，就是解脱的方法，然后告诉大家。因为他看见他不是出游吗？啊，出城游观。那么就是去到处去啊，远点这边去看，然后看到老病死，然后又看到沙门，啊，然后四次出游看到这些现象，他就觉得，啊，这老病死是不可爱、不可忆、不可念，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啊，那世间的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因为有老病死，所以有佛出现在世间，啊，那佛就是已经解决老病死的人，解脱的人，已经得解脱，要得正觉的人。啊，所以叫做出家求佛道，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以世间有三不可爱、不可忆、不可念法啊，老病死，所以有佛出现在世间为众生说法啊，这个是阿含经常常引用到啊，在很多部阿含经都这么说，就世间为什么会有佛？好，我们再翻过来，那这个是跟他解释，那这里主要是在说明他是乔萨罗国的人，他的国家是乔萨罗国。啊，又是乔萨罗国主波斯匿王，住舍伯提大城中。啊，乔萨罗国也有很多城市啊，那么主要住在啊舍卫城啊，舍卫城。佛为法王，亦住此城。两主应住一次啊，那么就是两王啊，应该就是两王了啊。那这个乔萨罗国国主是波斯匿王，啊，住舍卫城，啊，佛是法王，也住在舍卫城，啊，所以一个是国主，一个是法主，一个是国王，一个是法王，啊，那么两主或是两王，应该说两王啊，应住一处。那复次，乔萨罗国是佛生身故，啊，那么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啊，那第一个是因为国王就住在舍卫城。啊，所以他也住舍卫城，啊，那第二个是佛出生在乔萨罗国啊，所以也多住舍卫城啊，其实是这样。啊，后面有个问，他说如果知恩故多住舍婆提，那照理讲，如果你要住在舍卫城，那迦毗罗卫啊，你看迦毗罗婆城，你迦毗罗卫城。啊，那我们习惯讲迦毗罗卫国，就好像舍卫城习惯讲舍卫国一样啊。那么迦毗罗卫城不是更靠近佛身处吗？啊，一样啊，就好像那你说你住在啊住在这个屏东啊屏东市，那你高速不是你的出生处吗？那你住高速不是更接近啊？类似像这样啊，那你为什么不住在高速？你要住在屏东啊？屏东市啊，为什么不住在高速乡？你不住在高速乡出生的吗？啊，那一样的道理。那迦毗罗卫舍卫城跟迦毗罗卫城啊，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它是同一个国家的啊。那你如果你说你要靠近报恩，要靠近要住在你出生的地方，那你出生的地方叫迦毗罗卫啊，那你怎么不去住迦毗罗卫啊？那底下就有解释啊。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问这个做什么啊？我说我想让你问这个在做什么啊？问这些有意义吗？啊，我说他就是大智论就是这样啊，从各个角度啊，那么去解释啊，那么合理的解释这一切的啊，这一切的现象都是啊，都是必须要这样的啊。好，他说如果假设你因为知恩，那你要多住舍卫城，那为什么不住迦毗罗卫城？诸佛啊，他说佛诸解尽，无复于喜，就是佛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
啊，而且连习气啊，这个不染污无明都没有了啊，阿罗汉还没有断习气哦啊。如果一大圣的说法就是啊，其实声闻部派里面也这么说了啊，就是佛断尽一切的烦恼习气，那么阿罗汉啊，那么只断烦恼没有断习气啊，这前面也有讲过嘛啊，就没有断习气啊。那么尽诸亲属亦无异想，即使啊在家属中也没有其他种种不好的想法、烦恼想啊，就是眷属想嘛、爱想嘛啊，因为我们的想，我们修行里面啊，除了五欲之外啊，那么欲想、会想、害想之外啊，那么就是我们的障道，我们的障道比较严重的就是欲想、会想、害想，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那么之外啊，比会影响我们的就是啊，亲属、亲理国土啊，这些想法就是我们的眷属啊，我们的家乡啊，你会有思乡，那么思念亲人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你会有思乡思亲的这种想法，那么这些想法会让你的情感加重，烦恼加深啊，所以你常常，所以出家为什么要出家啊，就是你不会习惯上这样啊，那这个是就是说你不要再习惯那种眷属爱啊，因为它其实叫做我爱嘛，那我爱里面自体爱里面有我跟我所爱，我所爱其实是眷属爱会比较重啊，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占到啊，所以要出家。那当然如果你在很大团体里面大家一起出家就比较没关系，如果是啊，除非你解脱了啊，不然的话，其实如果只是一个寺庙里面只是一家人，其实他那个眷属爱是不容易离开的啊，就是你这个寺庙全家都住在里面，那么而且是以你们为主体的话，其实他是不容易的哦，不容易，他容易有异想啊，因为寺产就是家产嘛啊，然后这些眷属都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其实所以容易有异想啊，异想就是啊烦恼想啊，这世间想啊，这种东西是自然而然的嘛啊，那所以他说尽诸亲属亦无异想，那佛啊不会有啊这一些种种啊种种烦恼的想法，然四种弟子佛是不会有，不过四种就是因为佛弟子里面有很多都是释迦族的，那释迦族的很多没有离欲啊，所以为什么要出家？出家不要常常跟眷属啊，就是说有需要，那如果不要常常跟眷属，就是太长，就是割不断，现在割爱叫做割爱持亲嘛，叫做出家嘛。那后来现在我们的佛教也是有一点奇怪了啊，那个爱也不割，亲也不持啊，那出家其实只是搬家。啊，就变成这样，真的，我说就变成出家只是搬家了啊，那就换一个地方啊，然后接受大家供养而已。那这个其实不是怎么理想了 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其实还要看个人，还要看个人。好，然后他说四种弟子多为离欲啊，就是没有离开这个欲爱贪爱啊。欲是就贪爱啊，那我们说贪爱里面就是我爱我所爱嘛，那自体爱延伸出的就是我爱我所爱，我的眷属，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儿女啊，这一些。那如果你是道场很大哦，那很多家，那一起那是还没关系，如果就只是啊，就是以一家人为主的，那么多数很难理啊，除非你说你正果的也有贪爱哦，但是比较没那么重，出果恶果的都还有，正三果就不会有啊，出果恶果都还有啊，所以他也障道，所以出果恶果如果没有出家，他一样不能正三果，一样不能得，一样不能正阿罗汉，所以正了三果的人他一定会出家，就算没出家他也不会住家里，他也会过住家里，会过出家的修行生活啊，但是他不太容易再住在家里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现在大部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啊。那么，四种弟子为离欲，若尽亲属，
则染浊心神。啊，你看，啊，你不太容易不染浊的，因为那个就是欲界本身就有自体爱、境界爱、我爱、我所爱，啊，那么有眷属爱，那这个是不容易不染浊的，啊啊，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要住在迦毗罗卫城，要住在舍卫城？因为如果住在舍卫城，那一些佛弟子很多都是因为佛弟子很多是释迦族的这个中亲人啊，那么他们的家都在那里，所以他就住在那里，他那个眷属爱思乡，哎，睹物思情嘛，然后很容易见到人嘛，啊，动不动就要回家嘛，啊，那就变成或是家人就来看他嘛，然后他那种情哦，不容易处理，啊，不容易处理。啊，那其实出家主要是要出离烦恼，但是亲人如果你不念着的话，其实是没问题，但是你不容易不念着，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你要有一段时间隔离，就好像烦恼境你要先离境，然后才能离心一样啊。那这个是在说的，说为什么不要住在迦毗罗卫城，因为很多迦毗罗卫城来出家的啊，那你再多住在迦毗罗卫城，那这些人哈，染浊心就容易重，因为就在自己的家嘛，啊，他还住寺院哦，他还不是住在家里哦，而且他也不是全家出家哦，不是哦，全家出家很殊胜啊，但都住在一起就有好处，就是团结啊，因为自己人嘛，会互相帮助，但有坏处就是容易排外啊，就是因为自己是一家人嘛，以一家人为核心嘛。啊，然后就是染浊心容易生，它也有好处了，好处就是大家一家人好说话嘛，啊，那互相帮忙，不会说动不动啊我就不管你了，怎么样了啊？因为毕竟是一家人嘛，啊，所以它也有好处也有坏处了啊。但是就出家来讲，因为出家的意思，它就是不要再受这种束缚了，不要有这种障道法嘛。好，所以啊，他会讲到这个了，因为什么？那不要住在迦毗罗卫城。啊，因为很多迦毗罗卫城来出家的，他还没有解脱。那么这些人未离欲吗？啊，不要说解脱，还没离欲啊！啊，三国家才离欲啊，这些人还没离欲，你就让他住在家附近，他就更难了，他更难了啊！常常见到他的眷属，常常想到他的亲人，然后亲人又常常来看他啊。他还是住寺院哦，他还不是出家，还不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哦，不是哦。但是这样就会障碍了啊，就容易啊，啊容易。好，那就问，那为什么不复舍婆提弟子而多住舍婆提？那你说这样好，那假设你说因为你住迦毗罗卫城会让迦毗罗卫城还没离欲的弟子生染浊心，为了保护他们所以不去住迦毗罗卫城，那你为什么要住舍卫城？那舍卫城的弟子就不用保护吗？那舍卫城出家的难道就不会念着舍卫城吗？那你也不应该住舍卫城啊，啊，那所以他说迦毗罗卫的弟子多，舍卫城的弟子比较没那么多啊。他底下会开始说理由了啊，因为迦毗罗卫的弟子多，佛最初回国啊，就六年后嘛，六年后回乡省亲嘛，因为这个净饭王啊，那生病啊，然后他成道之后啊，然后也因为。其实也要回去度父王啊。迦摄三兄弟千比丘本修婆罗门法啊，就是佛陀最初回迦毗罗卫国的时候，回乡的时候，那么带着三迦摄，迦摄是三迦摄，迦摄兄弟就是三迦摄，优罗频罗迦摄、迦也迦摄、那提迦摄，本修婆罗门法，他们都是啊这个拜佛教的，就是供佛供的了。那么苦行三件，他在应该就是修苦行啊，但是他不一定住在山啊，因为优罗频罗迦摄是住在木瓜林，优罗频罗是木瓜林，木瓜林的迦摄啊，他的本名不知道叫什么，我们不知道，他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优罗频罗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一个村的名字，那个村叫做木瓜林，他是很多木瓜的，所以他是木瓜林的迦摄。迦也迦摄，迦也是一个城。迦也是一个城，啊，摩揭陀国的一个城，
那住在迦叶城的迦舍，那提是一条河，住在那提河边的迦舍，所以这三，所以叫做三迦舍啊。那本名不知道什么，我们不晓得啊。那么本修婆罗门法啊，那苦行三间啊，这个是形容词啊，其实他并没有住山啊，他并没有住山，可以说住在山林呐、啊，山林啊，但是。林间呀、啊，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住，一个住城比较偏远的城市，比较偏远的一个住河边啊，一个住在木瓜林里面啊，形容憔悴啊。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修苦行，比如一点点苦行，但不是修苦行，他们是修活供的。但是这一些比较修行的人，他基本上都是比较，我们说那个相比较没那么庄严了 所以他这里说形容憔悴，就是他的面貌了 面貌就是那一些苦修者啊，那么经常啊，就是比较不修边幅的这些。父王见之，以此诸比丘不足光世。世尊，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佛陀成道之后，带着三迦舍，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常随众有1250个人，那弟子已经有1300多个人，那前面那个五十几个人，63个人，个人走一条路去外面度众生，啊，那这个像迦旃延就去。就迦旃延跟富罗那啊，那么各到他们回家，到我们家乡去度众生啊，一个到阿盘提啊，一个到富什么我忘了啊，那就是他们哦苏卢那国啊，就富罗那到苏卢那国啊，这个迦旃延到阿盘提去度众生，那其他的也都各去度众生，那所以常随众是1250个人，1000个人是三迦舍，总共有1000个人。舍利佛目犍连有250个人啊，那么这个父王是净饭王，他带着个1250个人回去的时候啊，那么净饭王看到啊这些比丘啊，那其实舍利佛目犍连也很庄严啊，那他说以这些比丘不足光世世尊，就是光显啊光耀啊，那弟子怎么都长这个样子，弟子怎么都看起来这么好像营养不良的样子啊，类似像这样啊，就是说啊，怎么这么就是没有那比较没有那种高贵相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说大智度论里面啊，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合理化了啊，所以他就举出这个理由啊，他说这个净饭王看到了啊，就选诸贵人子弟啊，因为都就选那一些这个富贵家的子弟，都王族的嘛，富贵家大臣的啦，这一些啊，那么坚忍啊，坚忍的意思是优秀的意思啊，这我们比较少见到这个词，坚忍一般就是他可以坚韧的人，就是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事的那种人啊，那就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啊那个叫坚忍啊，就是意思就是很优比较优秀的啊，出身比较好的贵人子弟嘛，然后他学识高嘛，他营养好嘛，他健康嘛，文武双全的这些人，然后年轻的啊，其实意思就是说出身好的、优秀的、年轻的，啊，就是他的条件是这样。那么户遣一人，就是每一户至少要派一个人，就是你是大臣的、王族的啊。那其实这种是不是出家？这个好像不是净饭王派的啊，不过他这里这么说了。就是说大家看到很多人出家，就很多都跟着出家了。佛陀回去的时候很有名的七王子出家嘛，啊，那么再包括优波离八个人出家，那么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阿难、阿那律啊、提婆达多啊，然后拔提啊，那其他的就啊有一些我们不是很知道的啊。啊，那这些就是很有名的有七王子出家。那么如果从净饭王的这一些，就是净饭王的兄弟啊，就是白饭王、胡饭王、甘露饭王，都有王子出家，他们都有王子出家，啊，那，
大概像摩诃兰没有出家，摩诃兰是阿那律的哥哥，没有出家。那其他的大概王子很多都出家了，都出家。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王子没出家，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至少都有这个四个兄弟里面，金光王四个兄弟里面都有出家的。那金光王本身是一家都出家了啊，他就三个嘛啊，难陀、罗诃罗，然后悉达多，就三个人而已啊。他们家中就三个男人而已啊，都出家了啊。那其他的国王，然后还有大臣的，还有大臣的啊，这些啊，这里讲的是说，这金光王规定至少要有一个人年轻的、优秀的，年轻优秀的这一些贵族的子弟啊，他说贵人，这就是贵族了，贵族就是国王、大臣啊，这一些啊，那么规定啊，至少要有一个人出家，每户派一个人强硬出家，其中啊，因为你是勉强的嘛。啊，勉强的，所以有善心乐道，有不乐者，啊，那么有的是就是好乐修行的，有的没有。像难陀，难陀并不是自己要出家的，他有一点半勉强出家的，他是半勉强出家的，所以他一开始也不乐修道。那何况你被勉强的，那你当然也不乐修道了，啊，那么有所以。此诸士比丘，诸士就是这些世家族的比丘了，就是这些贵族子弟来出家的，啊，不应令还，不应令还本身处了，啊，不应令，不应该让他们还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啊，因为什么呀？啊，因为他们本来，因为他里面他是被强迫的嘛，那么有一些人欢喜，有一些人不欢喜，那么。欢喜的就没问题，不欢喜的你还让他回去家乡住啊，这下子就那个思乡病啊，或是那个烦恼就更重了啊。那所以啊，他说此诸士比丘就是不乐者，不乐的啊。那么即使是乐的，善心乐道的，那也可能影响后来慢慢啊，他父母又回来劝啊，怎样啊，哦，他就要还俗了。啊，会这可能会这样，所以这一些不管热不热的，特别是不热的，那么热的也要注意啊。虽然一开始热善心热道，但是因为常常在家里面接近家里啊，因为他去托钵他的父母啦，可能就会来供养他啊，那么就很容易啊，慢慢啊，就又不热道了啊。所以他说这些世家族的比丘啊，贵族子弟的比丘，不应还让他回到原来。啊，住的地方本身处，还本身处。舍婆提弟子贝布尔啊，舍卫城的这一些佛弟子并不会，为什么啊？因为舍卫城的佛弟子都是自己出家的，不是国王强命一定要出家的，不是舍卫城的波斯匿王没有强迫每一个人，这贵族子弟要派一户没有啊？但是乔萨罗国的这个迦毗罗卫。迦毗罗卫城的这个国王，啊，这迦毗罗卫城的这个金光王这一些啊，那么他是派贵族子弟，那么每一个人要出家的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为了啊，你说那你为什么住舍卫城？舍卫城的佛弟子就不用保护吗？啊，不是，舍卫城的弟子出家因缘跟迦毗罗卫城同样都在乔沙罗国，但舍卫城的出家因缘跟迦毗罗卫城佛弟子的出家因缘不一样啊，所以因为这样要多住啊舍卫城，不多住迦毗罗卫城。好，那复次出家法啊，你看避免亲属心浊，出家法因不见亲属，亲属心浊如火如蛇啊，那就是既然出了家了啊，就出割爱辞亲嘛啊，那家是束缚嘛，那你又把你就是要解开这个束缚啊，你现在出了家又把那个束缚带上去啊，出家法因不见亲属，亲属心浊就是懒浊了啊，懒浊这个亲属的心气就眷属爱了，就是眷属爱啊，那其实包括弟子也一样啊，那么亲属然后弟子都不应该懒浊，包括师父徒弟之间也不应该懒浊啊，你也不要懒惰，这种其实都眷属爱，眷属爱是贪爱的一部分，我所爱的一部分。那么如火如蛇，
如火如荼的比喻在经典里面也有常用啊。那么如毒如刀如火如荼啊，那么或者说啊，这个如火蔓延如蛇自嵌，那么重点都在讲什么？要远离，他有过患要远离，讲的是这个。这个比喻是说，你有染着亲属的心，那么它是有过患的，是障道法，就像火跟蛇一样，你要远离，你不远离，你终有一天会受到它的苦啊。所以不应该要住在家的附近，那是为了不要让你对眷属有染着。居家婆罗门子为学问故，就是说即使住在家里面不是出家的婆罗门，他们这一些年轻的人为了要好好读书啊，因为修学学问嘛，上不应在深处，都不要在家里，还要离开家里才能专心读书。何况你出家修道啊，那么你住在家里或是都一直跟家人住在一起，你怎么专心修道？还没办法啊。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说这个啊，舍菩提成道啊，去这里来解释为什么要多住舍卫城啊。舍卫城的这个比较大啊，迦毗罗卫城比较小啊，因为它是大都市嘛。舍卫城有九亿家啊，这里讲到啊，经典里面《阿含经》里面有说到，舍卫城有九亿家，一亿是十万啊，这个一亿是十万，一亿到底是多少万？各个经典、各个时代讲的不一样，但《阿含经》里面的一亿是十万啊，就是这里说的一亿是十万。那么舍卫城九亿家就是有九十万，那王者城有十二亿一百二十万，那在当时来讲，一个城市超过百万都是大都市了。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他说，所以世中若少时住者，不得度多人，以是故多住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舍卫城的人比较多，那么常多住就比较住度多一点的人啊。那么迦毗罗卫城，迦毗罗卫城如果这样比较起来，应该不会到三十万到四十万吧？啊，因为那个小地方，啊，小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就算很多了，啊，那所以久住也度不了很多人，啊，他是这样。那因为可以度比较多人，所以就多住，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呐，啊。你看他单单说为什么要住这个地方，就，啊，很多种原因都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只是说佛讲经的地方，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舍觉山中，你看就延伸这么多问题啊。好，那么另外啊，第四个理由啊，就是为什么要住在舍卫城？迦毗罗卫城中啊，佛身处，世中这里面的人以九习行善根熟立智慧。啊，就讲到这三个：九习行、善根熟、立智慧。世中佛少时住说，少时住说法不需久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两个原因，就是说这两个原因看起来就是不一定有一样的。比如说啊，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因为这一些如果常住在迦毗罗卫城，那么这些佛弟子，迦毗罗卫城出现了这些佛弟子，那么第一个跟第二个了啊，就懒惰心比较重，不容易得解脱。那么第四个又说，这个迦毗罗卫城的这个人啊，是久习行、善根熟、立智慧啊，不需久住啊。这两个好像有一点点不太，这两个当然不完全有冲突了，但是有一点好像不太可以放在一起说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大智度论它就是这样，它把很多的理由都拿出来啊，那么试图去解释啊，说明了啊。那不然你会说，那第一个你说第一个啊，那这些释迦祖的弟子的人啊，那么有善心乐道，有不乐道的，而且不管乐不乐道，你住在家里面他们就是懒惰心重啊。然后第四个理由就是说，这个迦毗罗卫城的人跟舍卫城比起来啊，那么这个九习行、善根熟、立智慧啊，但是前面那个又说迦毗罗卫城跟舍卫城的人比起来啊，这个舍卫城的人懒惰心没那么重啊，不会懒惰啊，都是善心乐道的啊，但是迦毗罗卫城里面有不善心乐道被强迫出家的啊。那所以这两个理由就是一般不会放在一起，就是感觉上好像上面那个不和下面那个好像有一点冲突了啊，我们会这样觉得了啊。好，但是你要知道大智度论的解释法就是这样，把各式各样可以解说的方法都拉进来说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阿毗达摩，你如果看大毗婆沙论，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在解释一个名词或个概念的时候。也是这样解释啊。好，所以他说迦毗罗卫城的人
酒席行，善根熟，立智慧，啊，不需酒助。那么舍未成的人就不是了，有初习行，有酒习行，有善根熟，有善根没成熟，有立根不立根。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就要来看这个里面说的啊，讲到这些，基本上我们先看啊，他说四种菩萨啊，从凡夫到圣者啊，有所谓的初发心、久修行。那这里有所谓的初习行、久习行啊。那么他讲到啊，就是说有初有久，有善根成熟，有善根不成熟，有立根不立根啊，这个叫杂行啊。但是有三种人。那么有酒席行的，有初席行的，有善根熟的，有善根不成熟的，有立根有不立根的啊。那么前面讲到的三种是智慧力、善根熟、烦恼薄啊。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对照《般若经》里面讲宿习三多，啊，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得度啊。那当然《般若经》是说你听到《般若经》，那么你就能够理解啊啊。那么听闻这个般若经，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佛而种善根啊。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那么你要能够理解，你必须有宿习三多，过去多修习，有三种多修习，多修习的啊，就是多见佛，多于诸佛所，于诸佛所多供养种善根啊。那么多亲近善知识啊。那么有的就要因为九修六度啊，九修学。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所谓的啊，那么听闻般若能够欢喜啊，而且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有宿习三多。那解深明已经里面讲到啊，那么也讲到类似像这样的是所谓的五事具足啊，必须要五事具足的人，那么这个佛说的身法啊，那么才能够啊，那么理解啊，那么以众善平善根啊，清净诸障啊，成熟相续，多修圣解，积极善品福德智慧资粮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啊，顺便就是理解一下啊，就是有不同的讲到啊。那么所谓的善根啊，久习行啊，久修行，久习行啊，善根成熟，智慧力锐利好。所以他说这里说到，那么这里主要是在说舍未成的人啊，那么跟迦毗罗未成的差别啊。那前面是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是因为啊，一个是善心乐道，一个是不善心乐道啊，就是说杂。前面是迦毗罗卫国的人，从出家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心是比较杂的，因为他有些是被强迫的，所以有善心乐道，有不善心乐道。因为这样，所以不住迦毗罗卫城，住在舍卫城。那这里说的是啊，这里说的是这个舍卫城跟迦毗罗卫城的差别是，舍卫城的人，那么都是久修行、善根熟、立智慧的。那么不是迦毗罗卫城的人都是久修行、善根熟、立智慧的，就是不一样。我们还是写一下啊，把它做对照差比较了啊，把它做比较。前面说舍卫城跟舍卫城，舍卫城跟迦毗罗卫城的不一样啊。为什么要住在舍卫城，不住在迦毗罗卫城？舍卫城、迦毗罗卫城，这里的比较啊，第一个啊，我们如果从这样来看啊，
那么是啊，那么他说迦毗罗卫城啊，卫离欲多，多卫离欲，四种弟子多卫离欲啊，弟子多卫离欲。所以不能住在迦毗罗卫城。那这个舍卫城啊，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啊，舍卫城的没有啊，舍卫城没有多离欲。舍卫城弟子不尔。不会啊，不会，不是强迫多为离啊，因为是强迫出家的啊啊啊，我们不要写好这个，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如果对照来看啊，他说舍卫城弟子被不尔，不尔就是不是都是啊。啊，这里应该是说多为离欲，善心乐道啊，应该是这样讲，善心乐道。我们从这里开始好了，啊，我们只比较主要的啊。他说这个善心乐道有不乐者，有善心乐道有不乐者，善心乐道有不乐者。那么舍卫城的没有啊，第一个是啊没有，第一个是多不离多着欲的啊，多为离欲。第二个多为离欲，第二个是有善心乐道有不乐者，然后。这个第三个是人多啊，人多，人多，人口多啊。第四个是九习行善根熟，九习行善根熟立智慧啊，九习行，这些人是九习行。啊，那你看他是一都在说迦毗罗卫城的，哦，啊，那么九习行善根熟智慧力，智慧力，啊，舍卫城的人啊就不一样啊，就对照了啊，那舍卫城的人他。他第一个是讲啊，我们看他第一个是说啊，舍卫城弟子不尔啊，这弟子都是善心乐道啊，皆善心乐道啊，但是他就没有讲皆善心乐道。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他还是讲前面的，啊，那么四种弟子多为离欲，啊，他前面啊，他没有讲啊，他说不尔啊，就是多以离欲。如果不是多为离欲，那就是多以离欲，啊，弟子啊，啊，弟子多以离欲啊，皆善心乐道，就佛弟子。那一开始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去出家的基本上都得解脱的比较多啊。然后另外啊，另外这个人少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人少啊，人多，哎，这个是人少，这个是人口少，这个是人口多啊。我们可以自己对照，如果有写错再跟我讲一下，因为这样要把它分开来看啊。那么。迦毗罗卫城九习行善根熟智慧力啊，那舍卫城的人啊，或九习行
或酒洗血，或出，或出洗血，或出洗血。啊，应该是这样，或酒或出啊，这样子，或酒或出洗血。啊，就修行了，酒修行，出修行，或善根，善根或守或不守，善根守，啊，善根，或守或不守，啊，守，啊，或不守，啊，善根或守或不守，啊，然后这个立根或不立根，立根或不立，啊，或不立，啊，或不守啊，那基本上是啊，那你要对照来看啊，那就是变成啊，那么有些是优点，有些是缺点啊，那么所以多住多住，不住不多住。加毗罗卫城，啊，啊，那看起来有一些是好，有一些是不好的，啊，那他就是要解释而已，要解释这些，所以你把它对照看，你会发现到啊，那么这个好像，因为他有缺点，所以他不去住；因为他有优点，所以他不需要多住，好像就变成这样了。好。那他这里有一个啊，好，我们再接着底下看。他说多学，这也是讲舍卫城的人啊，舍卫城的人啊。现在来讲，多学种种经书，故言心令力。好，那我们来探讨这个言心令力。言心其实就专心，他底下的注解专心啊，其实就是潜心专心啊。令力啊，力是锐利。那么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言心在那个时代的说法啊，那么法华文句里面他通常都用这个名词啊，那么他说这个力气就是锐利，静言心力啊，我们写一下啊，了解到这个言心令力是什么意思啊。这法华文句里面啊，这是隋朝的，这个是法华文句，法华文句里面啊，他说到静言心力，明锐利，啊，他说明锐利，利就是锐利的，啊，利就是锐利，啊，利有很多种解释，但是它其实是锐利的解释，就智慧很锐利。他说以心思妙见。而言于心，言求，啊，言于心。所以言心令力就是，啊，你专心言求这个精义，让心让智慧锐利啊，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以心思言尽而言于以心思妙尽而言于心。硕硕为之，心观乃立。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对照啊，我这套看了一下，这《大智论》卷八十五里面啊，那么他讲到这个心观啊。常细心精卷，次第意念，诵读令力，啊，那大概就是在讲这个言心令力的意思。那么合起来看啊，所以不然你不晓得他到底要讲什么，是因为我们很少看到言心令力这个名词，啊，那这样把它对照起来，啊，基本上啊，它像心观也是一样，啊，但是它那个时候的名词是这样的，因为不同的时代那个语法名词不太一样。所以如果照这里来解释，就是舍卫城的人啊，杂行，杂行就是有这个有这个，所以他叫做杂行嘛，
啊，或久，或粗，或利，或不利，或熟，或不熟，啊，或不熟。那这个叫做杂啊，杂行人多。啊，就是有这个有那个啊。那如果是单单啊，就是多这个啊，它就不杂，就专，啊，都是走路。所以他说舌位前的人，啊，那么。这个或许就是多学种种经书，那么这里的话，这一段可以从就是啊，跟如果跟入种种邪见往说起来，意思就是这些经书啊，都是什么啊？基本上都是是非多经外道的经书，都是学种种经书，而且专心研究啊，就是诵读啊，让他非常的常常意念，就是讲这个啊，就是他常细心这些外道经书啊，这吠陀经啊，啊种种经啊，这外道婆罗门的，那么常常意念诵读令力啊，就很熟了啊。那言心令力，其实所以这个言心令力放在学种种经书入种种邪见啊当中啊，其实就是因为他常常诵读，那思维他的意义啊，所以就那个心就。肯定了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对这种经书很熟悉，那么很明白啊，那么所以入种种邪见往，因为这是外道嘛啊，外道的经书啊，学种种经书啊，学外道的经书，那么所以入种种外道的邪见往中，是种种思啊，这些就是沙门婆罗门啊，还有种种的啊，主要就是婆罗门跟六思外道了啊。那么属种种天，那么就是他第一个从因来讲，他的心是属意主意这个种种天的，比如说梵天，婆罗门修梵天，那外道也有各式各式的天啊。那么从他的果来讲，他未来啊就会升到那些天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坐下来讲哈。那么四种种书，这是四种种思。属种种天，所以杂行人多啊，这些是杂行人啊，就是有这个有那个，就是杂了啊。是故佛住持比较久啊，所以为什么那底下就是他的理由，为什么杂行人多佛要住比较久呢啊？那他说如智庸师，他底下是解释哦，不然他说那这些有的那不是容易的要住比较久吗？哎，容易的度了就好了，那杂行的有的度的好了，有的还没好，还要观察，还要慢慢让它成熟啊，所以要续得比较久。他用那个治病，治一个痈就是肿瘤啊，这个痈是肿瘤或是疮啊，那么治之痈以熟，破粗脓与药而去，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善根熟的。那么如果他就像前面讲的嘛，善根熟，那么度了就走了嘛，不需久住嘛啊。但是善根没成熟的，就像痈还没熟而去，则久住徒畏。好，那这里又多了一个名词叫徒畏。那么徒畏如果照底下的解释啊，他说安慰抚慰啊，那又定居止息。好，那么从这个经文来看，徒畏就是涂抹抚慰，涂其实是啊，应该就是比如说涂抹啊，那他这个涂应该是没有那个，因为他写那个底下一个涂的涂啊，应该是涂抹的涂了啊。那么久住涂抹抚慰啊，因为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让这个痈早熟，因为像你这个里面有一个疮，然后他抹一些药。啊，因为还没成熟嘛，还没成熟不能破啊，所以抹一些药，然后让它吹那点涂抹抚慰，涂抹一些药，然后给它按摩，然后会怎么样？让它早熟，让它这些痈比较早一点熟，早一点熟才能够用药，让它才能够把这个痈破这个痈挤出那个脓，挤出那个脓血，然后怎么样？然后给它药啊，所以这个久住涂慰。就是你常常要来跟他抹药、按摩，啊，让他怎么样？让这些痈早熟，
啊，那人也是这样，他善根还没成熟，你要常常常常来怎么样啊，常常来跟他说法啊，然后让他早一点成熟啊。太阳也一样啊，那个花还没，花苞还没成熟，前面也一样啊，用太阳光来说明嘛，那个花苞还没成熟，常常要怎么样，要给他光。所以有些要催熟的，就是晚上也要跟他照那个日光啊，有些要催熟的就是这样啊，啊，晚上已经没有太阳了嘛，但是就用日光来代替啊，来给他催熟啊，那孵蛋也一样哦，啊，一样啊。所以这个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其实就是说啊，那么用来代表啊，就是那个仓啊，那么用仓，那么如还没成熟的要久住，久住就是我住在这里，我才可以来常常怎么样来给你敷药啊，每天来给你敷药啊，啊，那来给你什么？来给你按摩。啊，就是涂抹药物按摩这个农仓啊，让它早一点成熟，使用早熟啊，其实这样就我们就比较清楚啊，不然久住土味到底是什么啊，久住就是他常常要这里才能够来对这个用啊涂抹抚慰啊，令用早熟。佛也是这样啊，如果弟子善根成熟的，教化完之后就教化完他就成熟了，无学了，不用再学了啊，就更至一处啊，就到其他地方去度可度化的众生了。若可度的弟子善根未成熟，他善根还没成熟，但是他可以度化，那么这个时候要久住啊，所以这个久住就是上面那个久住，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怎么样来时时为他说法啊，就是好像啊，那个农仓你要常常跟他涂药啊，涂抹这个药物，然后跟他按摩啊，让他早一点成熟，才可以破仓啊。那么若佛出世间正为欲度众生啊，所以佛来这个世间就是要度众生的，着涅槃境界安稳乐处。这个着涅槃境界，一般我们着涅槃境界着都是不好意思，那这个着其实就是安住的意思，令入的意思啊，那就是让他一般就是《金刚经》讲的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所以他底下也有注解啊，27啊，放置安放啊，其实就是安住啊，能够安住在涅槃境界中啊，其实就是能够令入涅槃啊，所以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就让他能够得啦啊，得涅槃境界，那么能够有安稳乐处啊，这个隐就是稳啊，以前这个字就是稳啊，后来另外又有一个稳啊，才分开来啊，那以前是共用的，就是安稳乐处啊，因为涅槃就是安稳乐处，是故多住舍卫城，不多住迦毗罗卫。好，那这个是解决舍卫城跟迦毗罗卫的一个问题，现在又要说，因为他现在是在王舍城，这个经是在王舍城讲的，要解释王舍城。那么舍卫城是身身，王舍城是法身，在这八大城里面多住舍卫城跟王舍城啊，那舍卫城的理由，舍卫城的理由已经说过了，那因为多住舍卫城又牵涉到，那为什么如果是身身，为什么不多住迦毗罗卫城啊，都又提到这几个理由啊，那所以现在回过来，那么多住王舍城的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法身嘛，一个是身身之处，一个是法身成就之处。好，佛于摩揭陀国泥莲禅河侧，优罗频罗聚落啊，就是优罗频罗了啊，所以优罗频罗是一个村落的名字啊，叫做木瓜林啊，那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地方附近就是有泥莲禅河，那么完了之后迦叶城啊，那迦叶城的那个毕波罗树下啊，后来就变成菩提迦叶啊，所以现在的话有一个菩提迦叶，那也有一个旧的迦叶城啊，那迦叶城的山上有迦叶山，迦叶山顶，那佛在迦叶山顶为三迦摄说燃烧经啊，那后面会讲到啊，那么这个频波娑罗王啊，那么要去见佛的时候，佛下来下面从迦叶山顶，然后带着三迦摄
下来，佛在一个地方迎接他。好，我们再来往底下看，所以着涅槃境界安稳乐啊，那么这个是前面啊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在舍卫城啊，是这个着啊是要令让他安住在涅槃境界，让他得涅槃啊。然后这个他说另外下面我们说成就法身啊，那这个是因为法身成就之处，所以多住在啊优罗频罗，多住在王舍城啊，多住在王舍城。那王舍城是在啊，这、就是因为佛是在优罗频罗聚落啊附近的这个迦叶城附近的这个毕波罗树下成就的啊。好，那再看第三个主要的题目。好，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说这个是优柔苹果聚落呢？因为现在的菩提伽耶，现在我们的菩提伽耶，它以前其实它不叫做菩提伽耶，是菩提伽耶是后来十八世纪以后才给它的名字，因为佛在那边啊。那它原来属于迦叶城，它原来是属于迦叶城，迦叶城的一个优柔苹果村。是这样，迦叶城的一个优罗频罗村，啊，那后来他以前就叫做优罗频罗，就是菩提伽耶这个地方，菩提伽耶这个地方，他以前就叫做优罗频罗，啊，所以啊，但是后来，现在不叫优罗频罗，现在叫做菩提伽耶，啊，那跟原来的菩提伽耶迦叶城里面的优罗频罗聚落，因为佛在那边成佛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不然你会觉得啊，那讲到这个优罗频罗聚落，好，那他说这个已知多住王舍城跟舍卫城八大城里面，为多住这两个城，那这两个城里面为什么多住王舍城？那这个跟历史事实可能有一点点差距，因为这两城里面其实佛是多住舍卫城的。根据记载，历史上的记载啊，特别像《僧伽罗刹所集经》里面记载了佛成佛之后45年里面都在哪里结下，都住在哪里。那么事实上，舍卫城跟王舍城，佛比较常住的是舍卫城。舍卫城一般来讲，至少有20几年，有的说24年，有的说25年，啊，有的时候甚至超过，就是说。这几大城里面，舍卫城跟王舍城是住的最多的，没错。但是这两大城里面，舍卫城其实住的比王舍城多。舍卫城比王舍城多，但不晓得大智度论为什么说到王舍城比较多啊？那一般历史上记载的话，如果一般的说法了啊，就是舍卫城至少有20几年。啊，有的说24，有的说25，有的说甚至更多。那再怎么算，即使从经里面来讲，也是舍卫城的经比较多。一时佛在舍卫州，啊，那么王舍城的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大智论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啊，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啊。但是从历史上说了啊。这两大城其实是舍卫城住的比较多，王舍城是最初的，但是后来多住舍卫城。啊，那如果要讲第三大的，那个就是毗舍离啊。那么，但主要就是王舍城、舍卫城，不过舍卫城比较多。不过大智论这里是讲王舍城多，所以底下就解释为什么这两大城里面多住王舍城。啊，好。他的解释理由是法身比身身更殊胜，因为舍卫城是身身，王舍城是法身，啊，所以多住成就法身定。不过如果从事实来讲，其实舍卫城比较多。那如果大智度论，如果现在龙树是知道说啊，这个舍卫城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么他的解释可能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啊，那但是现在是从王舍城比较多的这个
这个来说的。好，他说是因为要报恩啊，报生地恩，所以住舍卫城啊。那报法生地恩，所以住王舍城。那王舍城住的比舍卫城多，是因为法身比生身殊胜啊。那讲这个理由。好，他说报生地恩故，多住舍卫城，一切众生皆念生地，生地就是出生的地方，就是都会思乡啊，都会常常想起家乡，家乡里面的人、家人啊，就是会思乡，会思亲，会想家乡，会想家人，常常这众生习惯性本来就这样啊。所以他引了一个偈，引了一个偈是要说明啊，众生常常会想起家乡的地方。出生地跟出家跟家乡的人，一切论意思自爱所知法，如人念生地啊，虽出家犹正。他只是在说明，他只是引这个偈，只是为了要说明啊。那么人多数都是会想家跟想家人的啊，家乡跟家人的啊，所以异地游子啊，有思乡嘛。那但是这个偈的意思不，这个偈的意思是说，那么论意思爱他的法，爱他所学习所知道的法，啊，自以为殊胜嘛，那就像人爱他的家一样，啊，那么因为他心里面常常住着那个法，跟他久住的地方，久一起在一起的家人一样。啊，那么他久修学的法，他认同的法啊，所以自爱所知法，所以虽出家犹正。这些论意思彼此相正。那么就算他出家了，他因为论意，印度的论意就是他以他的法去跟人家论嘛，然后要论赢的嘛啊。那么常常印度人习惯这样啊，常常在论意，所以虽出家犹正。啊，就是我的比你殊胜，我学的比你好啊，就是我所学的比你所学的法殊胜，我的代表真理，你的不是啊，就常常在论这个了，在阿含经里面也可以常看到啊啊，即使佛弟子也有这种习惯啊。那么阿含经里面就记载，这个舍利佛的弟子跟目犍不是舍利佛，忘错了，目犍连的弟子跟阿难的弟子。啊，就常常在论证，我的师父比你师父优秀，我修的法比你都优秀，啊，也有这种习惯。那这个是其实就是印度人论意思的习惯啊。所以你看那个萨迦尼犍子，萨遮尼犍子啊，跟佛辩论，然后那个摩诃居士罗啊，就长爪放智去跟佛辩论啊，他们基本上就是要论意，这些都是论意思了。好，那么就是会彼此在法上啊较量。啊，相正，那他只是要引用这个偈的意思，不是在说这个出生地，而是说这个出家人对法的染着爱着，就好像一般人，就是论意思，这些出家的论意思对法的染着爱着，就像一般人对出生地的染着爱着一样啊。那么所以如人念生地，好，那这个是报生地。恩报法身地恩就是王舍城啊。那么他说这个以报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诸佛皆爱法身啊。那跟前面的啊，这个论意思爱所知法啊，我们可以对照看，如记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供养法身，思敬尊重。这个思敬我们也很少看到啊，他们就是像对待像恭敬你的师长一样啊，因为尊重恭敬你的师长一样，师敬这个师就变成一个动词了啊，就是像恭敬尊重师长一样的供养法身，恭敬尊重供养这个法身啊，其实是这样啊，叫师敬尊重法身于深深甚故啊。那这两个比较起来，法身深深比较殊胜，法身胜过于深深啊，因为法身深深的缘故，所以八大城里面多住王舍城、舍卫城。
那因为法身胜过身身的缘故，所以舍未成王舍城中多住王舍城啊，讲这个啊。不过我们说，其实一般的说法是舍未成住的比较多，比较久啊，比较久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智度论会说王舍城住的比较多，比较久。好，那底下还有很多的理由啊，总共有好几个理由说为什么多住在王舍城啊。我看看有几个理由，七个。九个啊，有九个，有九个讲啊，为什么多住王舍城？那后面就为什么多住在王舍城的起舍决三啊？好，他说第二个理由是啊，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要法身啊，法身的原因，就是佛在摩揭陀国王舍城那个优罗频罗聚落啊，就是迦叶啊，现在的我们说的菩提迦叶那个地方成道。那是属于王舍城的，啊，王舍城多金色，作禅人所宜。好，那现在讲到佛的金色，这里有举几个主要的地方，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说啊，到底主要的金色有哪几个，啊，其实也蛮多金色的啊，那但是这些都是龙树时代比较知道主要的金色。他说：“以坐禅金色多故故，余次无有。”啊，就是那么多那么多国，那么多金色，王舍城的金色最多。啊，那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么多的啊，就是禅修的了啊，就比较禅修，其实就是叫阿兰罗，就是比较清净，就是比较近的了啊，就是比较清净的。那么如竹远。啊，底下有一些竹眼，就是竹林金色啊。那么我们把它写起来好了啊，不然这个看看注解，我们也可以知道啊。我们把它写起来。王舍城的金色啊，第一个是竹林金色啊。啊，它只要其实是分两部分啊，一个就是一个它有五金色，王舍城五金色啊，它这里讲王舍城五金色。那么它主要是分两部分，一个就是在山里面的啊，一个是在平地的啊。那么在山。五金色，一个是在山，在山里面，在山中的，因为王舍城有五大山，啊，一个是在平地，在城市，在平地的就是竹眼金色、竹林金色，啊，竹林金色，在王舍城附近，在山里面的啊，在山里面的有四个啊，五个，我看这里，啊，有四个啊，那么四个再加上这一个五个啊。那么雨果没有啊，那么一个是毗婆罗跋树萨多波那求诃啊，我们看那个注解二十八，它是这个是山，毗婆罗跋树是山，五山之一，山脚下有一个七叶窟啊，我都念七色窟啊，萨波多班那求诃，其实就是七色窟啊，所以就是七叶窟啊。七叶窟金色啊，就是结集经典那个地方啊，在大迦叶在那边结集。那么这个毗罗树跋树天竺穴啊，天竺穴七叶窟啊，多波啊，它这里如果是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看底下二十九的注解啊，那变成毗婆罗跋树。它是也是一个金色，多波那求诃是七叶窟，啊，那但是它这里说的啊，如果依二十八的注解来讲，啊，那么就变成啊，这个一座山脚下有一个七叶窟，那但是依大智论来讲，它就变成一二
三四四个啊。那么所以第一个其实是他这里讲的是天主穴啊，毗婆拉跋罗树也是一个，那么萨波多班纳求诃是第二个，所以第一个变成啊，我们看如果依这里来讲天主穴啊，而是天王穴啊，天主穴啊，天主穴也有可能是天王穴啊，就哭了，穴就是哭啊。那么第二个也可能是天王，因为三十三天主的那个十四的也有可能啊。那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第二个是照底下二十九的注释来讲，多伯纳求和七叶穴啊，就七色窟了，七叶穴就七色窟啊，就七叶窟了。然后第三个依智者大师的解释来讲，蛇神山啊，蛇神山啊，因为跟这个是一样的啊，鹰陀罗，第三个是鹰陀四呵求阿啊，或是求呵，这个是蛇神山，那这个我们都没有听过啊，蛇神山的金色。第四个是独立山。独立山是基树魂值迦波波罗啊，这个大智论里面也有啊，大智论就解释个啊，读这个独立山，那这样变成有六金色了啊。那因为如果依大智论来讲，一二三四有四个了啊，那四个如果再加上这个灵鹫山就五个啦，然后再加上这个竹林金色就六个啦，啊！但是他说他这里，所以这里有一点点，就是说因为王舍城有五金色嘛，竹园在平地啊，那所以这个如果在山里面，它就有五个了，因为有五山嘛。那五金色里面啊，如果依智者大师的解释，这五金色都是在山里面，第五个是灵鹫山嘛。如果依智者大师的解释啊，第五个，因为灵鹫山一定有的啊，灵鹫山金色啊，灵鹫山啊。但是如果五金色，如果讲舍卫城啊，就是王舍城有五金色啊，那五金色这里就六金色了啊，包括竹林金色在山中。如果依这里来讲，智者大师的，我们看这个大智度论的，然后智者大师的解释，就变成啊，他竹园一二三四五这五个里面是没有灵鹫山的，底下的注释里面是没有灵鹫山的啊，那后面会讲灵鹫山啊。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竹园不算啊，竹园在平地不算，但是他讲王舍城有竹园，竹林金色是在王舍城啊，所以五金色里面这大智热论写的一二三四一，因为一个顿号就一个嘛，一个顿号一个啊，那一二三四包括竹园金色就五个，可是灵鹫山呢？灵鹫山也是王舍城的金色啊。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以二十八注解里面的啊，天主穴七色窟，就是以这个兰莫特的注解啊，那这个毗婆罗跋树山的萨多波那求和金色，那这样比较，比如说这样就四个啊，这四个金色一二三四。然后加上竹林金色五金色，那么才合乎所谓王舍城有五金色，那么有四个在山中，一个在平地啊，不然你对不起来啊啊，那因为你加起来，因为这里没有灵鹫山啊，那灵鹫山再加上去就五个啦，就加起来在就山里面就五个金色啦啊，所以你看那个注解里面都没有灵啊，那么是大智论引用的四个里面没有灵鹫山呢、啊。好，所以我们看啊，时间很快。那这个是说王舍城
啊，有五个净色，那其中竹林净色在平地，其他的在山里面，四个在山里面，啊，那这四个里面啊，它前面大智论列了四个，但是在把灵鹫山变进去就五个了，或者它只是这也是五个，大智论列的这四个就是四个净色，再加上竹园不包括灵鹫山，不包括灵鹫山就五个。啊，那也有可能这样了啊，但是就是说我们稍微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因为五净色，因为没有讲灵鹫山，那舍婆体就舍卫城只有一个叫奇远净色，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鹿子母讲堂，罗茄母就是鹿子母，鹿子母讲堂又叫做东远净色，又叫做东远净色。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其实舍卫城还有一个啊，舍卫城还有一个净色是。城东的叫东远净色，叫鹿子母讲堂；城南还有一个安罗净色，是直多长者供养摩诃难的。啊，城东有一个东远净色，舍卫城，舍卫城有三个净色，他这里讲两个而已。啊，舍卫城，啊，最主要的在舍卫城的这个是奇远净色。那么在城东舍卫城东边，啊，这个好像在西北边的，这个城东有一个东远净色，叫做东远又叫做鹿子母讲堂，啊，就是毗舍伽供养的啊，东远净色，又叫做鹿子母讲堂。鹿子母就是毗舍区，啊，毗舍区，护身第一的毗舍区，七岁的样子就正出国，他爷爷他外祖父带他去奇远净色听经就正出国啊，毗舍区。另外有一个城南啊，城南那边有一个还有一个净色，啊。城南那边还有一个安罗净色，啊，在城南，在南边还有一个安罗净色，但是这个净色是直多长者盖给摩诃难的，摩诃难是五比丘里面的一个，啊，那。是有这么一个记载，直多长者是智慧第一的在家众正三果，啊，常常为外道说法，跟为这个还有常常有说法，还有甚至啊也有参跟比丘论法的啊，直多长者盖给摩诃难的，啊，据说是五比丘里面的啊一个啊直多长者盖给摩诃难的，那也有可能因为这个不是佛的。啊，那么属于佛就是佛教的，但是这个虽然是盖给他的，但是基本上也是一个净色了，啊，那舍卫城他这里就讲两个，一个是奇远净色，一个就是鹿子母讲堂，啊，那王舍城就五净色。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后面还有啊，我们下次再来讲。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